大秦帝国第六部，《帝国烽烟》第七章，《帝国烽烟》。太庙有一对听命于自己的护卫郎中，其余秘密联结的死士，则以随从内侍之身跟随。子婴进出咸阳宫各要害处也方便了许多，甚或要召见边军大将，也将成为名正言顺之举。凡此等等便利。 都是延迟公变，成为更具成功可能的路径。为此，韩坦等曾经动议，能否即位之后再实施除奸？子婴反复思忖，断然决策：剪除赵高不能延迟，再迟咸阳果真陷落，玉石俱焚矣。决断既定，暗杀赵高究竟选在何时？如何才能得手？ 立即成为急迫事宜。虽是盛夏，太庙却是夜风习习，颇为凉爽。太庙之南的一座庭院更见清幽，一片高厚的石屋深深埋在森森松柏林中，明亮的月光也只能斑斑点点的洒落进来，人迹罕至，静如幽谷。这便是赫赫大名的斋宫。 举凡国家盛大典礼之前，或帝或王都要进入这座斋宫，隔开尘世，敬身静心，吃素几日，以示对天地祖上的虔诚敬畏。因了此等特异处，斋宫自来都是神圣而又神秘的。除了斋戒的君王及斋宫侍者，任何人都不得进入这座庭院。斋宫的沐浴房里。 白发紫英肃然跪坐在厚厚的本色地毡上，斑斑月光洒进大阁木窗，依稀映出一道裹着宽松大布的瘦长身影。轻微的一声响动，身影后丈许之遥的一道木门开了，蒸腾的水汽不断从门中涌出。一个老内侍走来，低声道：“君上，热水已成。” 感情婉玉紫英淡淡的应了一声，在老内侍搀扶下起身，裹着一片大白布走进了水汽蒸腾的木门。门内是一个黑玉砌成的硕大浴池，足有两丈见方。铜灯镶嵌在四周墙壁中，灯光在浓浓水汽中变得昏黄模糊。沐浴池四边。 垂手肃立着四名少年内侍，紫英淡淡道：“你等下去，只韩潭一人侍奉足矣。”身旁老内侍一摆手，四个少年内侍肃然一应，轻步走出了沐浴房。韩潭，今夜一定要定下出奸方略。紫英的目光疏忽明亮起来。老臣明白。 子英坐在了黑玉水池边上，背对着热气蒸腾的水雾，微微闭上了双眼。说是清心斋戒，他却大感焦虑疲惫。但有缝隙，便要凝神吐纳片刻。寒潭则轻步走到池畔，向东面石墙上轻轻三叩，石墙悄无声息地划开了一道窄门，相继飘出了两个人影。 君上，两位公子来了。韩谈低声一句：“见过父亲。”两个颇见英武的年轻武士一起拱手。时事为艰，何时何地初奸为宜？子婴没有任何琐细话语，但凭父亲与韩公决断。两个儿子异口同声：“韩谈，你熟悉赵高秉性。” 何时何地？君上，老臣对此事多有揣摩，又通连了诸多怨恨赵高的内侍议事，以各方情势评判，出奸方略之要害，在于出其不备。老内侍寒谈平静地说着：“时日，选在斋戒末了一日，所在，太庙斋宫最宜，方略。” 将赵高骗入斋宫，突袭暗杀。如何骗法？君上只说不欲为王，赵高必来敦请。赵高狡诈阴狠，岂能轻易受骗？寻常时日或许不能，今日时事，赵高慑秦王不能，必来斋宫。子桓子菱。 剑术可有成算？子婴将目光转向了两个儿子。多年苦行修习，尔等剑术有成。赵高强力，非等闲之辈，务必一击成功。尔等一击，必杀赵高无疑。好，子婴点头道：“韩谈总司各方部署，子桓、子林击杀赵高。” 连结朝臣将军事，目下暂且不动，以免赵高察觉。目下要害之要害，是先除赵高，否则大秦无救。为确保铲除赵高一党，莫需示弱，以交其心。国政整肃，只能在除奸之后开始。君上明断，寒潭低声道：“老臣已接到三川郡流散老吏密报。” 赵高曾派出密使，与楚道刘邦密会，以欲与刘邦分割关中。刘邦居东称楚王，赵高居西称秦王。与楚道一旦约定，赵高便要再次弑君，再做秦王梦。刘邦未与赵高立约。子婴有些惊讶。赵高恶名昭著，刘邦踌躇未定，也好。 叫这老贼多做几日好梦。子婴脸色阴沉的可怕。斋戒第六日，赵高已经将新秦王即位的事宜铺排妥当了。以赵成阎乐谋划的简略礼仪，午后子婴出斋宫，先拜祭太庙，以告祖先更改君号事；再在东偏殿书房与赵高商定百官封赏事。次日清晨。 在咸阳宫大殿即位，封定新秦国大臣，即告罢了。赵高原本便没有将子婴即位看得如何重大，用过早膳的第一件事，便是与赵成、言乐会商如何再派密使与刘邦立约。未曾说的片刻，老内侍韩谈一脸忧色的匆匆来了。韩谈禀报说，公子子婴夜得凶梦。 不做秦王了，要回陇西老秦人根基去，派他来向中丞相知会一声。赵高听得又气又笑，拍案连说荒诞不经。严乐冷笑道：“华贼一个，无非不想做二世替罪羊而已，剩个回陇西，糊弄小儿罢了。”赵成黑着脸怒道：“贱骨头，添乱！我带一队人马。” 去将他起出摘宫，赵高板着脸道：“如此轻率鲁莽，岂能成得大事？子婴父亲愚阔执拗，子婴也一般愚阔执拗。你若强起那头犟驴，还不得自杀了？”只见赵成言乐不再说话，赵高一摆手道：“备车，老夫去摘宫。”言乐道。 我带财士营假士护送中丞下。赵高搭建烦躁道：“护送山，咸阳宫角角落落，老夫闭着眼都通行无阻。继续放在正事，老夫回来要方略。”说罢，对韩谈一招手，大踏步出门去了。赵高吩咐韩谈坐上他的特制高车，临临向皇城驶来，路上。 赵高问韩谈：“子婴做了何梦？”韩谈说：“子婴只说是凶梦，他不敢问。”赵高问：“子婴部署了家人西迁没有？”韩谈说：“只看到子婴的两个儿子哭着从太庙出去了，想来是子婴已经让家人预备西迁了。”赵高问：“听闻了子婴两子多年间习武，目下如何？”韩谈说：“习过两年。” 皇族之变后都荒废了，两人都成了病秧子，也成了子婴的心病。赵高淡淡冷笑着，也不再问了。片刻间，车马穿过皇城，抵达太庙。赵高吩咐护卫,卫的百人马队守候在太庙石放道口，自己单车进去。韩潭低声道：“钟丞相，还是叫护卫甲士跟着好。” 赵高揶揄笑道：“此乃迎师圣地，老夫焉敢轻慢？”脚下轻轻一跺，宽大的四马高车，哗啷甩下马队，驶上了松柏大道。从太庙旁门进了斋宫，迎面一座大石碑当道，碑上大刻“斋宫圣土，车马尽行”八个大字。赵高冷冷一笑，还是脚下轻轻一跺。 高车哗啷啷飞过石碑，飞进了森森清幽的松柏林。见韩谈惊得面色苍白，赵高淡淡笑道：“老夫不带军马进太庙，足矣。兵势败落，宁叫老夫安步当车呼。韩谈连连点头：“是也，是也。中丞相功勋盖世，岂能效匹夫之为？”说话间。 高车已到斋宫庭院门前停住了，韩谈连忙抢先下车，扶下了赵高。忠诚向到，斋宫门前的老内侍一声长长的喧呼：“我来领道。”韩谈趋前一步，一脸惶恐笑意。不需，赵高淡淡一句，径自走进了斋宫庭院。韩谈亦步亦趋的。 跟在赵高身后，从敞开的正门，连过三进松柏院落，一路除了特意的香烟缭绕气息，没有见到一个人影，幽静空阔如进山谷。赵高踏上了第四进庭院的正中石屋的九级石阶，秃子揶揄着嘟囔了一句：“将死猪羊尚能窝在这死谷素食，当真愚不可及也。” 一边说，一边一脚踢开了正门，厚重的木门吱呀荡开，赵高一步跨进了斋宫正室，绕过一面高大的黑玉屏，便进了东守的斋宫起居所。眼见还是没有人影，赵高沉声一句：“紫英公子何在？老夫来也。”话音落点，一个少年内侍。 从起居室匆匆出来，一坐礼道。启禀中丞相，公子已做完最后一次沐浴，正欲更衣。赵高冷冷道：“不欲为秦王，还信守斋戒，何其愚阔也！”韩谈连忙屈前一步道：“中丞相稍待，我禀报公子出来会晤。”不需。 老夫连始皇帝光身子都见过，此营算甚？赵高一脸不悦，推开了起居室门，大步走了进去。屋中一个少年内侍惶恐道：“大人稍待，公子片刻出来。”话未说完，赵高已经推开了通向沐浴房的厚厚木门，一片蒸腾的水雾立即扑面而来。 赵高径直走进水雾之中，矜持的、揶揄的笑着：“公子不欲做秦王，只怕这斋宫便再也不能消瘦了。”弥漫水雾之中，紫英的声音遥遥飘来：“中丞相不能擅入，斋戒大礼不能破，我立即更衣，正厅相见。”赵高一阵大笑，道。 此乃公子反复无常，此干罚酒也。老夫既来，敢不敢一睹公子裸人光彩乎？尖亮的笑声中，赵高走向了预防最深处的最后一道木门。在厚厚木门无声荡开的瞬息之间，两口长剑陡的从两侧同时刺出，一起穿透赵高两肋。 两股鲜血激溅而出。赵高喉头骤然一梗，刚说的声，好个字音，已颓然倒在了水雾血泊之中。门后子桓子陵一起冲出，见赵高尚在挣扎喘息，子桓带血的长剑拍打着赵高的脸庞，恨声道：“赵高老贼，你终有今日也！”旁边子陵。 马生，燕贼乱国，罪该万死！猛然一剑，割下了赵高白头，提在了手中。子桓愤然高声道：“父亲，赵高首级在此！”水雾之中，戎装长剑的子婴飞步而来，韩谭也急步进来禀报：“君上，皇族皇城意识已经集结了，立即出宫，待赵高首级，缉拿余党。” 子婴愤然下令。四人风一般卷入斋宫，依照事先谋划，立即分头率领皇族与皇城的义士甲兵，杀向赵高府邸。所谓义士，除了残存的皇族后裔，主要是直属皇城的卫尉部甲士、郎中令属下的护卫郎中与仪仗郎中、皇城内的精壮内侍与侍女，以及遇害功臣的流落族人仆役等等。 由于韩谈等人秘密联结，种种人士连日聚集，竟也有一两千人之众，一时从皇城鼓噪杀出，声势颇是惊人。赵高及其金贵原本大大的不得人心，此时赵高的一颗白头被高高挂在了子婴的战车前，男女义士又不断高呼“赵高死了，诛杀国贼等”，一路呼啸蜂拥。 不断有路人加入，到得赵高府邸前，已是黑压压怒潮一片了。阎乐、赵成正与新贵们聚在赵高府邸，秘密记忆如何再度联结刘邦氏，突然听闻杀声大起，大门隆隆洞开，男女贾氏、愤怒人群潮水般涌来。阎乐、赵成们堪堪出得正厅，来到车马场呼喝贾氏。 便被潮水般的人群、亮闪闪的剑戈包围了。紫英的战车隆隆开进，摇摇便是一声大吼：“悉数缉拿国贼，不得走脱一个！”子桓子陵疾步冲到阎乐、赵成面前，不由分说，便将两人分别猛刺致伤，跟着立即死死捆缚，丢进了囚车。一时间，人人效法，各个新贵大臣都被刺成重伤。 血淋淋捆作一团，丢进了囚车。子婴跳下战车，右手持金翘秦王剑，左手提赵高人头，大步走上高阶，喊道：“国贼赵高已死，拥戴王室者左战。”剩余的新贵力员们大为惊慌，纷纷喊着拥戴王室，跑到子婴左手，站成了一片。整整三日。 咸阳城都陷在一片亢奋与血腥交织的混乱之中。赵高三族被全数缉拿，严乐赵成三族被全数缉拿，举凡任职赵高之三公九卿的新贵们，则个个满门缉拿。整个咸阳的官署都变成了应急国狱，罪犯塞得满当,当当。老人们都说。 当年秦王扫灭嫪毐乱党，也没如此多罪犯。秦王有胆识，只怕是迟了。子婴见咸阳城尚算安定，认定人心尚在，遂决议尽快了结楚奸事。旬日之后，咸阳城南的渭水草滩设了最后的一次大刑场，一举杀了赵高及其余党三族两千余人，随是楚奸大庆。 可观行民众却寥寥无几，只有萧疏零落的功臣后裔们聚在草滩，欢呼雀跃着：“国贼伏法，大秦中兴！”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